知道玩啥就随机挑战吧。第61天，啊，气死我了，干死鬼妖直接就没了。你看雨刀，我一个鬼妖连他的血基本上都没有碰到。又变身又变身又变身，少侠，你这一套功夫是不是跟大少玩学的？白事啊，替身中豪拳顶猴子枪呀，可以 ，nice， 想走？在那愣啥呢？一二三，来，冲豪拳顶上，往下走位，可以，闪接上，这不就接上了吗？哎，一个爆摔，往墙上一扔，小组合技，黑色闪电，阁下的熟练度飙，有点东西，你这称号感觉会操作，可以，你跳，来通灵，再教一个。我这明显感觉他是一个新手，然后打到这个段位了，感觉还是有点水，有点东西的。怎么说？我替身，我看你落地啊，给我个大嘴巴子！哎呀，很急人呐！哎，他竟然收了，这不应该呀！按说你不应该呀，闪！你给我下来吧你！一拳、两拳、三拳，一拳、两拳、三拳，哎，爆摔！紧接着小二段接起来。一拳两拳三拳，倒拔垂杨柳，差不多了。一啊，走，哇，走不掉去，走不掉也没事，反交通灵。为什么要反交通灵吗？因为按错了呀。中豪拳，一二三，倒拔垂杨柳，带走。没办法呀，我的百号杠手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，止步于此。带隐身。你说谁家又带隐身呢？可以，来水刃，拉歪了，普攻接上，哎，踢了，放开，嗯，自己往我普攻上送，但是我中了天照，我也是够嘚的。好的，一二，哎走，哎，替身，我直接普攻接上了，往上走位，哎呀，这隐身是真的烦呐，人儿，7秒。他哎，没接上，一雷血，一雷血，过再一雷血，可以，霸嗯，霸体，好了，走，打他走，过再哎，秀走位，被我莽掏上了吧，纯属运气，这一波纯属运气，啊，大招鞭死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喜欢的不要忘了给波三连动，再见。